列队欢迎远从纽西兰罗托鲁瓦市来访的毛利族人，为在新竹县五峰乡桃山国小的学生也拿出打击乐合唱药来介绍以及分享自己的文化。在吉他的伴奏下边唱歌边跳舞，为了表达谢意，毛利族人也用两段表演来回应。觉得他们刚刚表演怎么样？很好，很精彩。怎么说？就第一次看到他们呢、啊、然后就觉得他们表演很好，有一点紧张，因为第一次给他们看到我们唱歌，然后唱我们自己族语的歌，唱给他们听。为了我们今年的七月到这个纽西兰奥克兰，去参加这个世界合唱大赛，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次的一个接触，然后孩子到纽西兰的时候，能够很快的融入当地的一个环境。在新竹县政府的努力下牵起此次的缘分，除了让原乡小朋友接触不同国家的原住民族，同时也安排纽西兰罗托鲁瓦的毛利族青年代表团与今年篮球崛起的东泰高中来一场友谊赛。 Our main purpose is to broaden the horizons of our boys and also to interact with the indigenous people, indigenous tribes of Taiwan. We have come toplay basketball. Hopefully we win, but you know, if not, I hope that our boys keep fighting till the end and they never give up. Next year, it would be awesome if we could get a girls team to come over. I mean, they would love that. 希望能够让他们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那我想我们新竹县还有我们五峰乡随时欢迎这群纽西兰的好朋友回来这边。透过此次交流，五峰乡公所也期盼能将泰雅文化向国际迈向一大步。老大，老大。原新闻怎么大是搞？新竹五峰采访报道。